俗话为心世界，咱岛的风水。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今天新逢中华民国94年，我们的开国纪念日，也是元旦。在过去民国93年，一年之中啊，365天，我们国家的变化。确实变化了不少啊，也是我们居住在台湾最群的中华民族中华儿女啊，展现我们当今21世纪民主的智慧、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魄力。所以这一年内呢，我们回顾一年来国家的心灵建设、国家的无形建设、国家的有形建设都在进步，这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来值得庆幸。虽然在一年之中很多因为思想见解的不同而造成各自表述啊，各自表达各种行为信念等等呢，大家都对。本来从无极到太极，太极到两仪，两仪四象八卦64卦384爻，衍生了无量无边的啊，所有一切的万华，这都是人在世间上最宝贵的体验。所以一年来呢，我们国家的政治好非常的不安，我们国家对国外世界各国对台湾这块净土的关怀也好，或是给我们的压抑也好，种种呢，这个都有一个因因果果的关系。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大家都很理智，在个人表达自己的见解、语言、行为等，但是还算理性。这个是我们整个台湾民族之福啊，也是我们整个台湾民族真正已经步入好已开发中国家啊现代啊民族社会的精神。也许啊，有人会认为国家是混乱，没有错，这是一个啊一起所有全民思想净化竞争的精进啊，净化其名表达心声，也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因缘和机会啊。今天早上啊，我们国家举行升旗典礼，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禅机山仙佛寺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还有鬼谷子学习研究会、易经大学，我们所有各分数等等呢，啊，为了
圆满整个中华儿女，列祖列宗，圣灵诸圣灵能够圆融圆满，举办了5000年来第二次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有总统啊和各位长官领导各阶层领导和本人呢，在林口大体育馆汇聚了3-4万人中华儿女代表，啊，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啊，以鲜花供养、素果供养和我们的善心来供养，尤其以民族的精神来供养我们的祖先，让我们的祖先了解到当今21世纪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好步入民族啊，这个殊胜庄严的法义和法仪。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的啊这个祭祖大典，也开始迈向我们祖的流芳啊，和我们中华儿女啊，啊天人共舞、天人合一的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明年元旦，我们还是继续举办第三次的祭祖大典，还是在林口大体育馆。今天没有参加的我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们，明年元旦1月6号，我们还欢迎各位继续。有一年的话，大家在列祖列宗的座前呢，表达中华儿女爱好和平的心声。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在世间上教导我们所修行的，教导我们要心灵要打开。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大小民族，但是都要融合为一。大家生生世世以来，我们都有累积，还有列祖列宗穿插交汇的投胎在各种姓氏之下啊，所以我们此生为张，前生可能也会为李，在过去一生我也会赵。在5000多年来啊，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列祖列宗和自己本人投胎转生轮回在什么姓氏，确实是很难很难来啊来讲。不过我们要相信因果，我们要相信转生投胎轮回的机会。长江有一位信徒先生，他问了我说，老师你怎么样来证明哦，我上一世是出生过不同的姓氏呢？这个不必证明，你好好修行你就悟到了。你们悟到了，你过去生在哪里投胎，在哪一生哪里投胎，因为我们的在进天上人间生生世世，我们四田在我们心里的调和。那么这位先生啊，他非常有罪，来老师我懂了，那我知道了，我有意识到好，人是一个转生轮回的，所以前生的恶因这一生的恶果一定会报应，前生的善因这一生的善果一定会报赏，这个也是一定会实现的啦。好，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呢，慈悲要我们举办一次联合祭祖大典，今年又第二次，明年第三次，表示告诉我们，我们生生世世的啊血脉啊血统同根同宗同根同源呐、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去了解的。
所以今天的祭祖非常的非常的圆满，我们也感谢的，好各界给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感谢了，好我们所有工作的同修们，我们也非常欢迎世界华人呢、啊，将近70位也回到国家来。好，到了回来台湾自己国家参与祭祀，表达内在的心声，爱好和平的心声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们，去年一年的不平静，但是讲起来还是平静，也表达了我们台湾民族，表达了台湾人民，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好这一块净土的台湾。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人呐、啊，各位对国家要有信心。那么明年呢，是属于今年的啦，国历是今年94年国运，好，就是除地得金之相。除地得金，第一要谦虚，放下私心，相互尊敬；第二要勤耕。集中力量，精神团结，这是锄地夺金的国运。鬼谷先师告诉我们，今年的国运是锄地夺金得金。只要大家努力，只要大家谦虚，我们的国家，我们一定会富强，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安定。好，我们只要谦虚，只要努力，我相信我们台湾这一块净土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间净土。有惊喜，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朋友们，鬼谷子、鬼谷先师时时开示我们，我们要修心、修口和养性。养性就是养我们的灵魂。当一个人灵魂糊里糊涂的时候，必定有因，就是我们口德不好。我们要讲一句话，确实不简单。我们的口的功德功能无限的大，我们的口会让人造成很多很多的罪业，也是无限的大。各位要了解，我们的口是要善用我们的口，往往我们的口讲话太成着自己一时之性志和自己的心和念，结果呢，所讲出来的话是伤害别人，接着下去我们自己没有退路，接着我们自己没有立场，这个太多太多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很多政治家们、政治学者们、政客们都好，往往一句话带动社会的和谐，一句话带动和社会的安定，也有因为一句话带来社会的政局不安啊。所以我们的口最难修，最难修。好，回忆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一次经过森林，经过森林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因为口渴了，就叫他弟子阿难。阿难呢，他用钵呢，就是装个泉水，要给释迦牟尼佛。给佛陀给他喝佛陀呢，他也知道钵里面有两个魔界的众生在里面，想要害佛陀，让他拉肚子，结果大家设他呢，他定下来，他是神通第一嘛，看到钵里面有这两个魔界的众生想要加害佛陀，所以大家说呢，把他定下来呢，就把这两位魔界的抓到雪山去，在雪山里把他压住了，
一压让他压住八百年。释迦牟尼佛他也就把这个泉水喝了，好的，过了一下子呢，大家受了，他就回来了。回来了，释迦牟尼佛说：“你到哪里？”他到雪山。啊，释迦牟尼佛他有神通嘛，他说：“你把他压在雪山八百年，八百年后他还是会出来，还是会到世间上来，转眼即到。”那时候他的恨怨比现在恨怨更不得了，所以你这个把他抓到去压起来，虽然一时呢能够解决哈你的烦恼，但是未来的烦恼更多啊，更多。释迦牟尼佛开始说法，告诉他说：“我们的嘴口除了吃饭喝水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一些让众生有生命活力的话，让众生有信心的话，让大众有欢喜心充满的希望的话语，并不是用你的口来说一些伤害他人，说一些话让他人起烦恼心，尤其呢不能用我们的口来讲述一些让整个人世间大家起哗然、起烦恼心、起对立、起斗争、相互仇恨以仇视的话语，这已经枉费了和误会了我们来到世间的目的。上天给我们的口，父母给我们的口，是要用来除了吃饭喝茶呼吸以外的，最重要是来讲一些内在大智慧的话，让众生能够开悟见性，让众生心安，安众生之心，让社会能调和和谐的话语啊。大家说马上忏悔。那么这已经在3000年前就开始启示到我们当今社会上，大家书读了很多，结果讲一些乱七八糟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让社会心乱的话语，罪过罪过，因果你要负责啊，你要负责。想一时之能以为我很会讲话，事实上错了，不会讲话，讲一些话让社会乱了，100个人听到了，100个人的烦恼，100个人的业力，你一个要去承担。好，10000个人听到了，10000个业力，10000个福分福德，你要去承担他的祸缘。各位要小心啊，尤其我们年轻人啊，大家这么晚了好都还没睡，我们有这么缘分来跟各位讲解这个真理妙道之时啊，我也希望大家等一下电视机啊关了以后静静想一想，若是过去因为借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口来讲一些影响到整个人家起烦恼的时候，好，我们要赶快忏悔，向祖先忏悔，向祖先列祖列宗多生父母忏悔，向你家的神忏悔，我过去讲的话影响到别人，所以各位要小心，那就是叫我们要谦虚谦虚谦虚啊。那我们今年的国运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国运四月和十月呢，农历四月和十月呢，还会有很多不平静的事情，因为大家很多很多人啊，因为成了一时之快，造成社会的动荡，那不安啊，
我们要讲话呢，要护英国，大家不要怀疑政府的能力，大家也不要怀疑政府的政策。啊，政府是2300万人共同组成的大公司，所有的官员是经过我们董事长啊，好，他再三的考虑，而这一个领导的团队，经营国家的团队，好，大家共同啊费尽心机来转这个法轮。若是我们所有的全民啊，好，不是给予一个智慧的协助，我们都在用想办法为反对而反对来拉我们的政府，那拉我们的团队的时候，拆我们团队的时候，等于在拆2300万人，也在相对拆了我们台湾1/5以上强啊多数的啊我们人民所托付的给予的寄托和我们的心。所以各位啊，我们不要说任何我们的讲话，然后就要把任何我们领导的整个国家这个团队的想尽办法来破坏。这一点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上应有的态度，也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好的本愿。大家既然有智慧了，我们提供政策政府好给我们领导团队们，大家共同迈向清净的台湾净土，我们大家在努力。我们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各国站得起来，世界各国的人民好，世界各国对我们的肯定和赞赏，这是我们国家的尊严，也是整个我们全民2300万人的人格与尊严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祭祖之后和现在呢，我们借着这个因缘来跟各位这一个我自我心灵的感触，我们希望台湾这块净土，无论任何一个种族，无论任何一个不同的思想领域的同胞们、兄弟们、朋友们，我们大家要发出安定国家的信念和信心。我相信今年的国运就能够除地得金啊！要除地得金，就是要谦，谦虚。我们拿出在锄地嘛，这只有看自己心，要勤耕，接下来要勤耕，勤耕就集中力量。你要耕种，你要集中力量，集中精神，团结一致，结合整个我们的家族工作团队们，我们要勤耕，这个精神团结，集中力量。而且放下私心，这也是等释迦牟尼佛八正道的正业。我们要放下私心，不要只有啊，我今天没有得到了，就是我失掉了什么？错了，错了，错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整个政权是整个2300万人共同享有的，不是某部分人、少数人所拥有的。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心宽，心灵宽广的思维和大智慧，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台湾净土的人民